好，大家好。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下2020年山东滨州中考第20题，一个填空压轴题。题意是 P 是三角形、正方形 ABCD 内一点。点 P 呢，到三边的距，三个顶点的距离分别是二倍根号三、根号二和四，则求这个正方形 ABCD 的面积。那么这个题呢，首先我们看已知条件啊，已知条件，已知条件呢，它这个 P 点呢是在正方形内部，正方形内部啊，AP 呢，它说的是二倍根号三，这个呢是根号二啊，这个是四。那么显然，这三个条件集中到一块儿，要求正方形的面积，就是求一个边长，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像这样的条件集中，我们要想办法给它分散。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把三角形 ABP 绕着点 B 旋转90度，旋转90度。形成三角形 BMC 啊，旋转90度。那么这样构造出一个全等三角形啊，全等三角形。好，全等三角形以后呢，然后咱再做线段 BM 连接啊，PM 连接 PM。然后呢，我们可以得到，根据这个全等啊，我们看一下，切换一下，在全等的时候，这个边也是根号二，根据全等啊，将来这个角呢，角一就等这儿这个角，这个角，角二，角一和角二一定是相等，对不对？另一个 AP 边，它也旋转到 CM 上啊，这个是二倍根号三啊，这两个边相等。将来呢，这个角啊，将来这个角也等于这个钝角。那么显然呢，大家看一下啊，角一和角二是相等的，中间这个角三呢，角三，角一加角三是90度，角二加角三当然也是90度。那么这两个，这个直角三角形两条直角边都是根号二，斜边一定是多少？一定是二啊，乘以根号二倍嘛。那大家看，这三个边在 CPM 中，这个边最长四，这个是二，这个是二倍根号三。显然，我们看啊，它的平方是多少？它的平方是12，对不对？它的平方为4，4加12是不是正好是第三边的平方啊？所以说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可以得这个角是直角。直角那根据这个角是多少度？刚才它是个等腰，对不对？它是个45度，45度加90度。那就是135，这个角就是135。135，这个角是不是也是45啊？根据等腰直角三角形，所以说，那么 APM 是在一条线上，是在一条线上。我们要求这个边，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最后再做一个垂线啊，再做一个垂线。BN
垂直于谁呀？垂直于这个 PM 啊，PM。那么根据等腰直角三角形，底边的垂线三线合一，三线合一，它就平分底边，平分底边。所以说将来啊，将来这个边就是一，这个高呢，它也是个一，对不对啊？也是个一，可以求得 AB 方，将来就等于 AN 平方加上谁的平方啊 ？BN 的平方啊，就是个二倍根号三加一的平方，再加上一的平方啊，就等于一个这个是十二，它平方十二，再加它的平方，那就是十三，加上它两个的极二倍，那就是四倍根号三，再加上个一。等于14加4倍根号3，4倍根号3，写是如何书写呢？啊，如何书写？给大家简单写一下啊。首先是解，做。以 B 点为应该是做三角形，或者说旋转吧，啊，应该是以 B 点为做三角形吧。CBM。为三角形 APB 的90度旋转三角形。或者说以 B 点为圆心啊，做三角形 CBM 啊，是三角形 ABP 的旋转，它一定全等，对不对？然后再连接 PM 再做 BN。垂直于 PM， 首先，因为三角形 BAP，APB 吧，全等于三角形 CMB。作图可知，所以说，角一等于角二，边对应当然就等了 ，AP 等于 CM 都等于二倍根号三 ，BP 等于 BM 对应边相等啊，都等于根号二。所以又由吧，又由角一加角三等90度，所以角二加角三等于角 P。BM
等于90度，等于90度。这样的话，所以 PM 它就等于刚好下 BP 加上 BM。就等于根号二的平方加上根号二的平方等于一个二，等于二。这是得出这个边的，所以说在三角形 P。CM 中，PM 的平方加上 CM 平方等于二的平方加上二倍根号三的平方等于16。就等于 P 系方啊，等于 P 系方，所以角 PMC 等于90度，勾股定理啊，勾股定理的逆定理，对不对？那同理呢？往下，往下呢，我们可以得到 又由于刚才角，角 PMB。它等于45度，所以角 AMB 它就等于135。同时呢，它等于 APB 啊，因为对应角相等，刚才。然后呢，又由角 BPM 等腰直角三角形，它等45度，所以角也可以直接说 A 点 P 点。M 点、3点一线在一直线啊，说的明确一点。再挑直线，那这样的话，所以在直角三角形。A、B、N 中，A、B、N 中，那最后就是得这个结论就行了。把这个结论一写，AB 方就等于 AN 方加上 BN 方，等于14倍，等于14加4倍根号3。好，最后得出这个结论啊，14加4倍根号3。好，关于这个2020年山东省滨州中考填空压轴题，给大家讲到这里边。